哎呀，最近一直是大风天啊！这不啥？看我今天带的啥？今儿过来这个河里找找这个，看有河蚌吧。啊，最近这大风天也没法赶海，找找。他们都说这个河里有大河蚌，人有养殖的，来看看哈。哇哦，好凉啊！这个水，不过水真清啊。这是吧？这是一个好像，这好像是个蚌。哎呀，这么小的蚌了，咱切开看有珍珠吧。我给大家切开看这个，打开这个来。我给大伙儿弄开哈。哎，这刀子可得小心点，太快了。万一这么小里头要有珍珠咋整啊？哇哇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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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么小的都有吗？瞅瞅，看，这太小了，我应该让它再养个几年。行，我先拿着这个，咱再找找，走。这一个河道的这个流通口啊，这太深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下次穿叉裤进去。但是说实话，在这逛了半天，哎，这是一个，真是不好找。这是一个，平时能看见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哇哦，发财了，这么大！我这大蚌这怎么都磕了？啥情况？我开一个，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。真是，走。我看见好东西了，哇，珍珠！God， 看这些珍珠，河蚌肉好吃吗？没吃过河蚌肉，天天吃海鲜，没吃过河蚌肉。我这珍珠都挤出来了。带你来找蚌啊！这个地方就是赶海的路上。哎，没有那种好看的珍珠呢，这都是残次品啊，这不大啥呀。这个好，这个成色好一些。看这个，跟鹅卵蛋一样。呀哦，以后我就天天在河边找蚌了哈。哎呀，这给这个河就是啥，这养殖，然后给那个。给那个渔民抓海螺吃的，钓海螺吃的，个人感觉。没了，就这些了，就这些。河蚌能吃吗？就这么点。
摔上面这个。我找了好半天啊，然后啥越来越冷了，冻得脚打哆嗦，我就先回去了哈。嗯，过两天等明天后天的天暖和了，继续来给大家找。看这个大河，去河底估计东西多，但不敢进去，没带装备，走了，拜拜啊，拜拜。